在这以后吧，他工作又调动一次，经常出差跑外，我俩接触就时间就短一些，见面少了，他十天二十天回了一次，我们俩就是吵了就是少一些了。听明白了，聚少离多的时候反而关系好了，是这意思吧？这样的时间也不长，好景不长啊，间隔几年。哎呀，我听明白，就两地分居对他来说是好景啊，两个人住在一起那就是地狱啊。所以你看，这就叫名存实亡的婚姻了。是，回来之后呢？我们都接近退休的年龄了，我也退休了，他也退休了。退休以后，问题矛盾就出现了。出现了。我们平时见面的时候少，退休以后，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。啊。见面的机会多，矛盾就来了。这还是夫妻。对呀，他回家看着我，这也不顺眼，那也不顺眼，我做什么都不对劲儿。要以他的想法，就是说我们家所有的事情都应该我做，我干，也就用过一件小事儿，他也发脾气。不走干嘛呀？我们跟他解决完事情呢。你解决啥呀？因为你为什么呢？拿我的话当耳旁风吗？哦，原来在这儿呢哈！你把人关外头了。对呀。您看您这心眼可够窄的哈。是。